朋友们好，这次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书法技法讲座欧题九成功碑这部分由我来担任主讲。这个我主要想讲的内容啊，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笔画的基本技法，第二个部分呢是字的造型规律及其特点。那么今天呢，我主要讲的就是笔画的基本技法问题。作为初学者啊，我们在选择好字帖之后，我认为呢不要先急于临帖。比如说我们拿过这本字帖来，这个字帖呢，我们先要把它这个好字和坏字呢进行一下分析。好字呢，我们把它挑选出来，反复的进行临摹。那么它所写的不是很成功的，甚至有时候安排的是不很妥帖的这样的字呢，我们也应该把它筛选出来啊，进行一下分析啊，把它的这个问题呢总结一下，以免呢受其坏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字呢叫做好字呢？比如说九成功碑里面有这样一个字，书字。这个书字呢横画比较多啊，它在这个安排这个字的时候呢横与横之间的距离是基本上非常匀称的，那么它在造型上呢也是比较平正哈，稳妥的。这样的字虽然没有惊人之笔，但还基本妥帖，所以呢这种字无疑可以算作是一种好字。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像这个深浅的深字，这样的字在九成功里边啊也是多次出现的。比如说啊，咱们看到它左边的三点水点点相连啊，右边呢它顶端的这个笔画基本上是往右侧靠拢的，而内涵的中间的两个笔画呢又是向左侧倾斜的。作者呢为了求得整个字的这个平整和它的这个结构的端庄，他把最后的一个捺点呢采取了一种变化的形式啊，它的起笔很低，收笔的位置呢比较高，角度发生了变化，那么使得整个字的重心呢又趋于平稳。这样的字当然来讲更是一种好字。当然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啊有成就的书家来讲，他不可能把每一个字都写得非常的妥帖。比如说这样一个字，冬月清秋的清字，它上半部分写的是基本稳妥，那么下边呢在写第一个竖的时候啊，它的位置呢没有找准，偏左了。如果按照对称的形式把右边的一个竖也写在很右的这个位置上呢，那么下面这部分呢无疑将会很宽啊，那么这个字呢就显得非常臃肿了。所以呢它只能够按照这个月字的正常宽度来写右边这个笔画，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里边的两个小横呢挂在右侧这个竖上。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但是由于它那个倾斜的幅度过大啊，所以呢最终仍然没有奏效。像这样的字我们也应该啊把它这个挑选出来啊，知道它失败在什么地方。汉字呢我们都知道它有八个基本笔画，点、横、竖、撇、捺、勾、挑、折。横呢它的种类也比较多，有长横、短横啊，有尖头横，有小横等等等等啊。咱们以长横为例，它首先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从左向右啊延伸的过程中，它不是以水平线为准啊，平向向右前方行走的，它是微微向右上方带有一点斜度的。那么这个斜度究竟要有多大为合适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因字而异的。有些字比如说它带有捺，带有竖弯钩，带有戈钩，这样的笔画的这个字里面它的横啊就应该把斜度稍微加大一些。如果没有这些笔画，那么这个横呢就可以把这个笔画呢写得稍微平缓一些。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呢，它从起笔到收笔中间经历了一个由重到轻
而后又由轻到重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他的这个笔画呢有一个明显的强弱的这个变化，使得这个笔画呢就显得有了生命。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咱们再注意看，它的下缘线是一条向下弯曲的弧线，那么它的上缘线呢也是一条微微向上弯曲的弧线，但是它总的感觉呢向下弯曲的弧度要大于向上弯曲的弧度。它不仅有刚劲的一面，同时呢又增加了它的韧度，这样呢这个横呢就显得有生气了。欧体字一般来讲写横要竖入笔，它是属于漏风入笔的，竖入笔入笔之后顿笔，用手指轻轻捻转笔杆，把它调整成中锋，注意它的行笔的这个向右上方倾斜的幅度，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它上下的弧度到了右端一边捻转笔杆，一边向右行笔，一边向右行笔，一边把笔锋逐渐抬起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短横的写法。这个短横它与长横呢略微有一些区别，它在起笔开始到收笔，它只经历了一个从轻到重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呢它在写法上呢也比这个长横呢稍微容易一些。写短横仍然是竖入笔，入笔入笔之后用手指轻轻的捻转笔杆，调整成中锋，向右行，注意它的斜度，注意它的粗细变化，到了右边一边捻转笔杆，一边向右行笔，一边向右行笔，一边把笔锋逐渐抬起来，三个动作同步进行，这样呢短横也就写好了。这个垂露竖呢它的这个起笔这条斜线斜度不可以过大，另外呢它在行笔过程中仍然要包含有明显的粗细变化。第三点呢它要保持垂直，写竖横入笔，而后用手指轻轻捻转笔杆，调整成中锋，注意它粗细的变化，注意它垂直，到了下边加重力量，而后缓缓地把笔锋抬起来，一个垂露竖这样就完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下尖竖的这种写法。作为这个竖的写法呢是这样，写竖仍然是横入笔，它只经历了一个从重到轻的变化过程，因此呢把它调整成中锋之后缓缓向下行笔，到了下边注意越走越轻，越走越轻，而后抬，这个笔画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注意呢就是他在收笔的时候不应该把笔锋写得过于尖利，如果过于尖利了那就变成悬针竖。撇呢也是种类比较多，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最常见的斜撇的写法。斜撇它的入笔仍然是漏风入笔，它的入笔方向与它向左下方倾斜的这个方向正好相反，是朝右下方下笔。在下笔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入笔之后要把这个笔锋呢仍然通过手指的捻转笔杆呢把它调整成中锋，它切记一点就是一直要把笔锋呢送到家，不可以呢在写的过程中呢写得很随意走到半截然后就把笔一下送出去了，那么这个字呢这个笔画呢写出来以后肯定是十分虚弱的。具体它的写法是这样的，写撇斜入笔，入笔之后用手指捻转笔杆把它调整成中锋，而后缓缓行笔，一直把笔锋送到家。千万注意呢它的这个笔锋最后收笔的时候不能够过于尖利这样呢容易把这个笔锋呢写得像鼠尾一样这是一种虚弱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撇它是蓝叶撇，
它的起笔呢比较轻，收笔比较轻，行笔过程中它是比较有分量的，因此呢它要求在入笔的时候要顺风入笔，入笔之后啊逐渐的加重力量，加重力量最后啊又由重缓缓到轻，仍然是需要哈、啊、需要把它这个笔画一直送到家。具体的写法哈、啊、我也来给大家写一下，写撇顺风入笔，不一定写得很尖啊，然后加重力量，缓缓行笔，一直到末端，一边行笔一边把笔锋逐渐抬起来，一直把笔锋啊抬起来为止，这样呢这个蓝叶撇呢也就写好了。另外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平撇的写法，这个平撇呢一般呢它多用在这个一个字的顶端，它走向比较平，它入笔的这个斜度啊也应该与它的走向成一个对称的啊这个形式。它的写法呢是斜入笔，入笔之后啊把它这个笔锋呢调整成啊中锋，而后仍然是缓缓的一直把它送到家。下面我来给大家啊写一下，斜撇斜入笔，入笔之后啊以笔锋为轴捻转笔杆，一直缓缓的行进，把笔锋送到家，这样来完成这个平撇的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态啊。下面呢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竖撇的这个写法。这个竖撇一般它多用在这个月字哈、啊、左边部分的那个竖撇。那么这个撇呢它的整个前半部分都是与竖相同的，只在这个末尾这个部分哈、啊、缓缓的向左前方探出去。那么这个笔画呢在写法上呢前半部分与竖相同，后半部分呢与撇相同，先是横入笔，入笔之后就像写竖一样啊用手指把笔杆调整成中锋，缓缓下行，到了末端缓缓送出，一直把笔画啊送到家。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横折撇的写法。这个横折撇它前面部分啊前半部分以横啊为基础，顺风入笔，到了右边啊提笔，而后顿笔，顿笔啊在随着这个转动笔杆的同时啊把手腕也稍微啊转动一下，然后呢从重缓缓到轻，而后又从轻逐渐加重，最后又从重到轻，这样经历了一个重和轻的反复变化过程。它的具体写法是这样子的，写横要求先是顺风入笔，入笔之后到了转折处提笔顿笔，而后用手指捻转笔杆，手腕随之动作，先从重到轻，而后又由轻到重，最后又从重到轻，缓缓完成，这个笔画呢就完成了。这是横折撇的写法。这种横折撇呢一般用在姓名的名字啊多少的多字的下半。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撇，就是这个反曲撇。这个反曲撇呢在九成宫里面也是不多见的。这个撇呢一般呢它用在这个作为的为字里面。这个撇的写法它与一般的这个撇呢写法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撇它是从右向左攻出去，而这个反曲撇呢则是先攻进来而后再送出去。具体到它那个这个笔画的写法呢，是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还是斜入笔，入笔之后用手指捻转笔杆调整成中锋，先是向内攻，而后到了末端
再把它缓缓送出去，这样呢这个反曲撇就写好了。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捺的写法。这个捺一般常用的有两种，一种呢是斜捺，斜捺呢一般用在这个人字、大字啊等等这样的这种啊字里面。这种斜捺呢，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它起笔的时候啊是轻的，到收笔的时候呢它是重的。它起笔的前半部分啊，它笔画的前半部分有一个向下弓的一条曲线，它的后半部分呢又有一个向上弯曲的曲线，最后它的捺角呢是朝水平方向啊向右延伸的。那么它的底缘的这条线呢是向上略微带有一点倾斜，它上面那条线又是向下啊带有一定斜度的。它与颜柳字在捺的收笔上有一些区别，区别在于啊，如果我们找这样一条切线就可以看到它的收笔的下缘线呢是向外啊曲张的，而颜柳字呢则是向内啊弓进去的，这是与颜柳字的这个在捺的写法上的啊不同之处。另外呢在这个笔画之中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收笔不可以写得过于尖利，还是应该厚重饱满。它的写法是这样的，写捺顺风入笔，注意它前面有一个弯度，逐渐加重力量，它的后面呢有一个向上啊弯曲的弧度，到这儿顿笔，顿笔之后我一边向右行笔，一边捻转笔杆，一边捻转笔杆一边把笔锋抬起来，这样来完成这个捺的这个笔画。咱们看啊，这个捺啊写好之后，它的下缘线绝不可以啊是水平的，或者是啊向上翘的，应该是啊微微有一点向上倾斜，而下边那条线呢则是向下啊压过来，最后呢它给人的感觉是平向向右前方啊推出去的。平捺它跟这个斜捺呢从方法上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呢它在这个形态上略有不同，斜捺是顺风入笔，而平捺呢则是像写横一样竖入笔。另外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起笔的下缘线要是找从这儿啊找一条水平线的话向右延伸，它的收笔的上缘线要低于这条水平线，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略微向下倾斜的这么一条弧度。那么它还有一个与斜捺相同的地方，就是前半部分有一个向下弓的趋势，那么后半部分呢有一个向上弯曲的啊趋势。那么它的收笔呢下缘线要向上倾斜，上缘线呢要尽量的向下压，这样呢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平向向右前方推出，既不可以把这个捺的这个收笔呢搞得过于上翘，又不可以把这个捺的这个收笔呢过于下垂，如果那样做的话这个笔画呢就显得非常失态啊。写法呢是这样的，写平捺竖入笔，入笔之后把它调整成中锋，注意它的弧度，注意它的轻重变化，而后缓缓向右行笔，到了末端顿笔之后一边哈、啊、这个向右捻转笔杆，一边向右缓缓的行笔，一边把笔锋抬起来，最后这个平捺就完成了。这是平捺的写法。另外哈、啊、平捺里面它还有一种啊书写形式，就是完全沿用了斜捺的顺风入笔的这个形态，也是啊顺风入笔，后半部分呢与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方头的平捺是相同的。它的写法是这样的，写捺顺风入笔，注意它的轻重变化，注意它的弧度，注意它的向右啊下方倾斜的这个角度，顿笔之后一边啊抬笔，一边捻转，一边捻转一边向右行笔，三个动作同步进行，这样呢这个平捺也就完成了。横钩的写法，写横竖入笔，
它有一个从重到轻的一个变化过程，到了转折处提笔顿笔，而后啊用中锋缓缓地把笔画写完。这个地方呢有两个角度需要注意，一个是横折的这条切线啊，斜度不可以过大，另外呢就是出钩的时候这条啊切线，我们可以看到它呢这个笔画的下缘线是呈向外曲张的一个曲势。这个笔画呢它的具体写法是这样的，写横竖入笔，入笔之后通过手指的捻转啊，把它调整成中锋，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它向右上方倾斜的斜度，到了转折处提顿，顿笔之后仍然啊要用手指捻转笔杆，把它调整成中锋，缓缓的把这个笔画来完成。最后它的收笔的形态啊仍然是啊尖中有圆，圆中带尖，不可以过于尖利，这是横钩的写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竖钩的写法。竖钩在九成宫里边它是比较多见的，这个竖钩呢前半部分就是一个完整的竖的造型，只是在这个竖的末端啊加了一个向左挑出去的一个钩啊。它这个竖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它的右侧这条线是一条向内攻进去的曲线，它的收笔啊也就是说它的笔画最下端没有在整个笔画的右侧，而是略微向内啊有一点弯曲。它的出锋啊这个钩的出锋是很短的。另外呢它如果从这儿找一条切线，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笔画的末端呢这条边线也是让它向外曲张，而不可以像颜柳子一样向内攻进去。它的写法呢是这样的，写竖横入笔，入笔之后用手指捻转笔杆，把它调整成中锋，缓缓行笔，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它右侧的曲线，到了下边之后顿笔，顿笔之后我的笔杆呢可以稍稍向右侧倾斜啊，而后用侧锋啊，笔尖走得快一点，笔根走得慢一点，把它送出去，这样来写咱们的这个竖钩。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弯钩的这个写法。这个弯钩呢它不同于竖钩，这个弯钩呢一般它多用在这个知乎者也的乎字啊等等这样的这个字里面。它的这个钩的这个长度呢与这个刚才所谈的这个竖钩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区别的，它这个弯钩的这个钩啊钩锋比较长，另外呢它从起笔到收笔啊基本上应该是走在一条垂直线上啊，虽然它有一个向右啊曲张的一个弧线，但是总的来讲它从顶端到末端应该是走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另外呢如果我们在钩的下缘线找一条斜线的话，它仍然是应该啊向外略微有些曲张。写弯钩仍然像写竖一样横入笔，入笔之后注意它的弧线，注意它的上下垂直，顿笔之后啊回一下锋，然后再压下来，把笔杆向右侧倾斜，用侧锋把它送出去，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咱们的这个弯钩。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戈钩的写法。戈钩呢一般啊在这个九成宫碑里边啊用的比较多，比如说九成宫的成字啊感想的感字啊，这个戈钩呢它有这样一个特点，首先是起笔重，行笔过程中就要逐渐的啊减缓变轻，到收笔的时候略微再加重啊再加重一点重量，最后呢它这个出钩呢是朝上啊送出去的。如果我从这个出钩这个地方啊找一条切线，它仍然是一个向外曲张的弧线，
而不能向内攻进去。他整个这个笔画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啊，这个连绵不绝，而且呢是斩钉截铁的，写戈钩，横入笔，入笔之后，用手指捻转笔杆成中锋，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它的连绵不绝。到了末端，稍稍加重力量，顿笔，而后用侧锋，一边往起抬，一边往上送，一边往起抬，一边往上送，这样来完成这个戈钩的啊这个形态。与戈钩啊这个同时啊，还有一种横戈钩。这个横戈钩呢，一般呢出现在心字啊，出现在必须的必字，它的入笔是顺风入笔的，前面呢比较尖利，但是呢不可以过尖，要尖中有圆，圆中带尖。而后呢它缓缓的向右啊，逐渐加重力量行笔，注意它的这个这个高度啊，整个笔画的高度。另外呢注意它到右侧之后，要把这个钩呢向左上方啊强行推出。最后呢，如果我以这个钩的末端啊，到它的这个顿笔的这个地方找一条切线的话，它仍然啊是一个向外曲张的这么一条啊弧线。另外呢，这个戈钩啊，在写这个横戈钩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它的下缘线一直沿水平方向延伸到这个地方再出，那么这个笔画如果写出来的话，就会显得很呆滞。它要在出钩之前先要翘起来，而后再把钩送出去。写横戈钩是顺风入笔，注意它的总体高度，注意它的轻重变化，注意它在右端应该向这个上微微翘起，然后稍一回风再压下来，用侧风向左上方把它推出去，这样呢这个横戈钩呢也就写完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竖弯钩的这个笔画的写法。竖弯钩我们应该注意到，它有一个从重到轻，而后又由轻到重，最后又再从重到轻，这样一个变化的反复的变化过程。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竖向的这个部分，它没有走在一条垂直线上，而是略微的向左下方倾斜。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哈，从这个准备转弯的这个地方一直到转过来的前半部分这一段啊，它的粗细变化很微小，它主要是把变化的过程呢集中在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它的写法是这样哈，写竖弯钩，横入笔，入笔之后用手指捻转笔杆，将其调整成中锋，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笔画的流畅，而后转过来之后逐渐加重力量，到了右端顿笔，一边缓缓地向上行笔，一边啊用侧锋把这个笔锋一直送到这样送上去，这样来完成这个竖弯钩啊它的写法。到此为止呢，这个钩的啊写法我们就介绍完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挑。挑呢在九成宫中有这样几种，首先呢是一个短挑，这种短挑一般呢用在这个字的上端作为顾盼点的左侧啊来使用。这种挑呢，它也是像写横一样的竖入笔，不过呢就是在左侧呢它多出了一个突出的部分，入笔之后用侧锋啊缓缓地把它挑出去。如果我们从它的起笔到顿笔的末端找一条切线的话，它仍然是向外曲张的一条啊这个弧线。写挑，顺风入笔，入笔之后向左下方移动，移动之后回风，而后压下来，用侧锋缓缓地把它送出去，这样呢这个短挑呢就写好了。另外呢还有一种挑，我们管它叫做长挑。这种长挑呢
一般呢用在三点水的最底下那个条，或者是提手啊里边那个条，这两个条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作为三点水，它的这个角度呢应该是啊尽量的上提，而作为这个提手里边那个条呢，它的这个角度呢要和缓得多啊。所以这个笔画呢，它仍然有颜柳与那个颜柳字有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从这条边哈、啊、找一条切线的话，它不能够向内凹进去，它应该是向外凸出来的。它这个写法呢，在起笔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与横相同的，斜挑竖入笔，入笔之后，我们以笔尖为轴啊，用手指捻转笔杆成中锋，向上啊，慢慢的行笔，一直把笔锋送到尖，这样来完成我们这个竖挑的写法。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平向的这种挑的写法，仍然是斜挑竖入笔，入笔之后像写横一样把它捻转成中锋，而后缓缓送出，一直把这个笔锋啊送到尖，这样来完成那个横挑的这个写法。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就是竖挑的写法。竖挑是这样的，前面部分是一个完整的竖，在竖啊到末端的时候，我们把笔锋稍稍向左探出，而后呢这个再向右啊右上方挑出去。我们要注意啊，这条切线的角度啊不能把斜度搞得过大，要过大的话呢，那么这个挑的那个力量呢就会受到影响。它的写法呢是这样的，写这个挑横入笔，入笔之后，然后咱们把这个笔锋哈、啊、仍然是像写竖一样捻转成中锋，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它的笔直，稍稍向左一探，而后顿笔，顿笔之后仍然是哈、啊、把这个笔锋调整成中锋，把它缓缓的送出去，这就是我们竖挑的基本写法。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折的写法。折呢有这样几种，我先来看呢就是横折。那么横和竖啊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在折的这个地方啊，在刚才我们讲其他笔画的时候呢也偶有提到啊，现在呢我们再把它啊重申一下啊，写横仍然是竖入笔，入笔之后向右上方啊微微带一点斜度，到了右侧哈、啊，到了转折的地方，我们提起来，把笔锋稍稍提起来，而后再顿下去。顿下去之后，我们再通过手指捻转笔杆啊，把这个笔画啊，仍然调整成中锋向下行笔，而最后完成啊。它的写法呢，也跟啊写横一样，先是写横，竖入笔，入笔之后调整成中锋，注意它的斜度。到了转折处提。顿，注意它这个斜着顿笔的这个角度，而后向下走的时候把它捻转成中锋，注意它由重缓缓到轻的这种变化过程，这样呢就是我们啊横折的啊基本形态。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竖折的写法。竖折是一个竖和一个横的组合，写竖横入笔，入笔之后到了下边，咱们看粗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咱们在这个写横之前仍然要注意这条斜线的哈、啊、角度，它不可以写得过大啊，要缓缓的啊，比较趋于哈、啊、垂直的这么一个角度，而后再把笔锋转成中锋，最后呢用横的收笔来结束这个竖折的这个笔画。它的具体写法呢是写竖横入笔，入笔之后向下走变成中锋，注意它粗细变化，在转折的时候我们稍稍向左一探，顿笔，顿笔之后继续啊捻转一下笔杆，把它调整成中锋，这个时候呢就完全用横的来收笔啊来结束这个笔画。提，这就是我们竖折的这个写法。另外呢还有一种折是撇折，
撇折呢是一个撇和一个挑组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啊，参加的参字啊，上面呢有这样一个撇折，先撇啊，斜撇斜入笔，而后呢注意它的那个粗细的这个变化过程。在写挑之前，我们要向左探出去，这个探出去的幅度呢要比这个横折和竖折呢稍微的强烈一点，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注意这条斜线的角度仍然啊不可以过大。下面我就来写一下，斜撇斜入笔，入笔之后我们通过捻转笔杆把它调整成中锋，注意笔画的粗细变化，到了下端啊向左探出去，而后顿笔，顿笔之后我们反方向啊转动笔杆，仍然把它调整成中锋，缓缓地向右上方送出去，最后完成了我们这个撇折啊。那么到此为止呢，折这一部分也就讲完了。最后我们再来啊翻回头来谈一谈点的写法。点呢有各种各样的点，比如说啊有竖点，有左右点，有顾盼点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竖点。竖点呢它一般用在宝盖的顶部啊。这个竖点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如果我再把它延伸下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竖。它只是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缩短了的啊一个竖的起笔啊。所以呢在写这个笔画的时候呢，也就啊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竖的写法，所以呢我们在写这个竖点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了。写竖点呢它的那个入笔的时候呢跟写竖是一样的，写竖横入笔，入笔之后啊往下走的时候把它啊捻转成中锋，逐渐抬起笔来，而后完成，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竖点。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掌握了其他所有的笔画之后啊回过头来再谈点儿，相对的来讲是要容易一些了。这就是竖点的写法。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就是左右两个点的这个写法。我们先来看一看左点，它明显的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啊三条边啊不一样长，这条边恐怕是最长的啊，那么最短的呢是这条边。但是呢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我们啊依照这个点的啊这个特征找三条啊直线的话，那么就会看到啊它每一条边都是向外啊略微有些曲张的。它的写法呢有的人呢习惯于这样写啊，有的人呢是顺风入笔然后往下走，而后用回风把这个点填满。那么这种做法呢我觉得第一不经济，第二呢给人感觉是在画字啊。我觉得这个点呢应该是一笔来写出来啊。它的写法呢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写点顺风入笔，入笔之后侧锋向左移动，而后稍有停顿，最后我们把笔锋结束在左下端。那么这就是这个左点的这个基本形态。那么我们再来哈、啊、看一看右点，它也是三条边，三条边呢它也是啊最下边的这条线是最长的，然后我们找出三条切线来，仍然三条边都是向外啊曲张的。那么它的写法呢啊是这样哈、啊、有的同志也是习惯于呢写点呢先是把这个笔锋啊向下走，而后向下走，最后回锋把这个点填满。那么这种形式啊这种书写形式我认为也不是一种合格的写法啊，应该呢还是像刚才左点一样一笔把它写完。那么它的写法呢应该是怎么做呢，这样写，写点顺风入笔，入笔之后我往右下方行，侧锋啊向右下方行，最后呢我一边往起抬笔一边收笔，一边往起抬笔一边收笔，这样来完成这个右边的这个点的写法。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写法就比刚才的那种写法呢就显得既经济而且呢效果也会好得多。这是左右两个点的基本形态。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就是顾盼点的写法。左边就是一个短条，右边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短撇，它们之间呢有一个明显的呼应关系。
那么还有哈、啊，像两点水，像三点水，它都属于顾盼点这个范畴啊。他们都要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这个呼应关系。下面我来写一下这个顾盼点的基本啊形态。写点儿，实际上就一个短挑啊，顺风入笔之后啊，用侧风把它慢慢送出。之后，它的第二点的起笔一定要与第一点的收笔有一个明显的呼应关系。实际上，第二个笔画就是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撇，一直把它送到下。九成宫碑在造型上，它既含有啊壮丽之笔意，又存有这个敬畏之遗风。它的楷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分析它的这个字形结构及其特点啊，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啊，就是重心的问题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样一个字啊，这个正字啊，以中竖为准，上下左右各有一个笔画，只要它散开的均匀啊，这个从布白上来讲是很匀称的，那么它的造型就基本可以保持周正，这是一种保持重心平稳的啊做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字，比如说九成宫中有这样一个引字，从左边的十字旁来看是一个很正常的写法，而在右边的一个侧嵌字上啊，它这个写法呢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嵌字，就会发现它的重心是偏移的啊，整个把重心倾斜在了左下角啊。但是由于它与这个十字啊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捺呢飞扬上去了，那么这种这个重新找出来这种啊平稳的重心呢，将是更加动人的。这是保持重心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保持这个字的平衡啊这样一个问题。要想把这个字啊写得十分的周正啊，不仅要注意到重心，而且还要注意到这个平衡的问题。重心与平衡啊，它们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我们以这个一字啊，也就是汉字中最简单的一个字为例子。这个一字呢，它只有一个横，它从左上啊左下方到右上方，它成一条哈、啊、很和缓的倾斜线。如果我们试想一下，把这个横写成水平，那么自然就会感觉到这个右下角是低垂的。现在把它倾斜上去了，那么这种低垂下去的感觉呢，就被克服掉了。也许会有这样一种字，因为为了保持这个整体的平衡，而舍弃它局部的这个平衡。比如说像这个玉字，这个玉字呢，它三个横啊，中间有一竖，应该是在竖的旁边挂上这一个点儿。但是呢，作为这个欧阳询，他在写这个九成宫碑的时候，他这个玉字处理呢，是把左边啊第三个横的左侧啊向左啊尽量的延伸，而右边的出头部分呢却很短，把右边这一点儿呢啊挂在了这个横的啊右侧，这样呢就等于啊第三个横开始就给这个右边这个点儿呢留出了一个施展和放开的这个余地，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这个字的平衡呢，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啊平衡。那么注意到了这样两个问题之后，我们还要分析啊，这个九成宫它不仅是做到了重心的平稳和这个保持了字的平衡，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平正和显绝被啊集中体现在一起。咱们下面就谈一谈那个显绝与平正的结合问题。以成字为例，咱们可以看到哈、啊，它把这一个格钩放得很长。如果我们把格钩啊盖上，只看其中其他的这个部分，那么就会感觉到它的中宫是缩得很紧的。那么啊，它为了使得整个字从这个造型上更加增加这种显绝和俊俏的这种形态，那么它就把这个格钩呢放长，把其他部分呢收敛进去，用这样的方法来使得这个字呢变得更加这个挺拔俊俏，是耐人寻味。这是一种这个处理形式。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大小的大字。一般我们写汉字
是需要对称的啊。一撇一捺应该是对称排列。那么这个大字呢，它的撇明显的是短小的，而这个捺呢是粗重的。由于它把这个横的这个倾斜度呢增强了，那么这个捺呢写得很粗很重，反而使得这个字呢变得更有情趣。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字的对称的问题。我们以闲字为例，左边它有一个竖，右边也有一个竖，那么两个纵向排列在一起的笔画啊，同时出现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作为欧体字，作为九成宫碑，它两个竖基本上是向内弓的啊，两个竖左边的要稍微细一点，右边的呢要稍微粗重一点，这样来保持这个字的这个对称关系。除了这种闲字的这种啊两个纵向笔画同时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有呢，比如说它通过了这个笔画的啊，也就是说左右两个部分的开合来啊，这个找出它这个字的这个对称关系啊。比如说像这个动字，它左边是个重，右边是个立，立字呢它是一个斜向的字，那么重字本身它应该是一个垂直周正的，如果把中间这一个竖写成垂直，势必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整个字向左下方倾斜，为了使这个字的这个重心以及平衡以及这个字的这个对称关系能够反映的非常的合适，那么欧阳询在处理这个动字的时候，他把中间这一竖写成了微微向右下方倾斜的这么一条斜线，但是这条斜线要很微小啊，几乎不易观察到的。那么这样它与右边的这个立字组合在一起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啊这个相互呼应和对称的这么一种啊明显的感觉。这是利用字的开合来维持它这个字的这个对称关系的处理方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一种字，维字，它的第一个撇用了一种反曲的写法，它这样写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下面三个横折留出充分发挥和施展的余地，那么前面两个横折啊要尽量的收进去以放开第三个横折，这样呢整个字的收放和聚散的关系呢就反映得十分的强烈，那么这个字呢无疑的也是一个非常啊安排的非常合适的一个字。再举一个字的例子，比如说啊像然字，为了妥善解决这个笔画之间的这种必就关系啊，他把上面这两个部分左边的第一个撇和右边最后一个捺啊向左右两个方向展开，而后呢把应该写在下面的四个点儿集中在了字的中间部分，这样呢用撇和捺支撑着整个字的这个左右两个角，而用下面那四个点呢来起了一个支撑和衬托的作用，这样来安排啊这个字的这个必就关系呢就显得非常的和谐。后面呢我们再谈一谈就是这个呼应的关系。作为楷书啊，笔画与笔画之间它要有一个非常啊紧密的这种连接关系，作为啊这个作为欧体字，具体到欧体字来讲啊，更应该把这个特点呢反映的啊十分的清晰。毕字一撇一横隔钩之后啊，先中间的点，而后左边的点，右边的点，咱们看这三个点之间的关系是有一条很明显的啊一种连接关系的啊，第一个点的收笔正好啊与第二个点的起笔相连接，那么第二个点的收笔与第三个点的起笔同样也是啊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么这样做呢这个毕字呢就显得啊非常的和谐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字乙字，欧阳询在处理这个他自己写的这个字的时候，一般啊字形以长方为主，作为这个乙字却一反常态啊，它是一个扁方形的，扁方形的左侧呢还要低啊，右侧呢
要高上去，而且两边啊之间的这个空白是很大的。他现在呢用了这个中间的一个小挑来维持着左右两边的这种关系啊。那个小挑虽然很小，但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使得这个字的呼应关系呢也是啊跃然纸上。那么我们现在啊再来看一看九成宫碑里面还有许多的字都是采用了这种帖写的形式。所谓帖写形式呢，就是把字的这个某一个笔画或者某一个部分啊移位或者是加笔减笔，来使得这个字呢变得更加这个有动感。我们举一个字的例子，比如说一位朱璧交映的璧字，下面是一个玉字，这个玉字呢它没有啊写在这个整个这个字的下边，而是把它移到了左侧，这样呢左边的横画变成了七个，右边的横画呢是四个，七和四的这种比例关系呢就变得这个显得十分接近了，而且显得融洽。一位包括啊把有些笔画给剪掉，比如说像这个西字，西字上边是个龙啊，下面呢是个衣服的衣字，他把龙字的右半部分中间啊去了三个小笔画，上边去了一竖一横，而且把下边的衣字呢这个写在了右侧的下半部分，这样来安排也使得这个字的整体感啊增强了。我们再举一个字的例子，比如说秦字，这个秦字左边应该是七个横，现在呢去掉了两个变成了五个横，那么五个横与右边的这个立字啊相交接的话，那么就显得这个字呢也是十分融洽的。另外呢它与动字相同啊，它把中间的这一个竖啊来迎合右边这个立字的向左倾斜的这种啊角度，它把左边啊这半部分的中竖啊也是让它稍稍的向右下方倾斜，这样呢使得整个字从对称上来讲，从结构上来讲，从布白上来讲，以致从它的整个的造型上来讲都是非常妥帖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突出主笔的问题，每一个字总有一个笔画是这一个字的主笔，那么在处理这个主笔的时候，我们应该啊把它尽量的夸张出来，夸张了主笔，那么其他的笔画呢就应该啊收敛，而且就应该啊聚拢啊，把充分的这个空间和余地呢留给这个主笔。以之字为例，这个字一共有四个笔画啊，点、挑、撇、捺，这个捺就是这个之字的主笔，为了把这个捺放开，其他这三个笔画都应该写得很聚拢啊，点、挑、撇之间也是很这个紧密的，这样呢把主笔突出了，这个字呢收放开合以及它的聚散关系呢又表现的就十分的明显了，这是突出主笔的问题。最后我们再谈一谈就是这个字的这个认格的问题，写楷书啊，尽管是楷书啊也应该啊因字的大小而变化啊，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字囊字啊，盈于囊袋的囊啊，这个字是一个很瘦很长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在一个字啊在这个格之中就不应该把它写得很方啊，本身是一个长形的字，我们就要照顾到它的特点，横与横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就要尽量的缩短啊缩小，而后呢把它长的这种造型风格呢表现出来。再比如说咱们以田字为例，作为这个田字啊它是一个方形的字，那么我们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字的造型不可能写得很大，所以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字呢它小的这个特点反映出来啊，因字的大小而大小。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四字，四字本身也是一个小字，所以呢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没有必要把它啊增高或者是写得很长啊，就只要把它这个扁宽的特点反映出来就可以了。到此为止啊，我们把九成宫碑这个字的造型规律及其特点就向大家介绍完了。下面呢我给大家这个写一张字，大家来看一看。
我准备写神和两个字。神字啊是左右结构的，那么作为这个神字呢，应该是啊有收有放，左边是一个视谱，上面那个点就用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右点，这是一个小横，而后写竖，这个竖不宜很长，把撇一直送到加，这个右边还是一个右点，左边这个竖要细一些，右边这个竖要粗重一些，而后中间一个小横，下边仍然是一个小横，这个竖就是咱们所谈到的垂露竖，注意它的粗细变化，注意它的垂直，注意它的力量，最后缓缓抬离，这样呢神字就写完了。再来看一看这个和字，和字下面是个平撇，把它送到家，下面呢这个长横呢短横啊要把左边放开，这个竖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竖钩的写法，顿笔用侧锋把它送出去，撇把它送到家，右边是个捺点，右点，口左边这竖让它稍微的轻一些，右边这个竖让它稍微的重一些，最后一个小横收笔。落款的时候啊，像这样的一个横幅啊，在这种篇幅下就不宜写很多的字，把名字写上就可以了。写落款的时候啊，不要过于草率，这就像人们做完那个体操啊，做完广播体操之后原地踏步一样，如果写得过于草率啊，那么刚才的那个努力呢也就等于啊不能东流了。图章呢一般啊与落款呢稍微留出一点距离，要压实，右上角打上一个拧手章，好，这样呢这样一篇字呢就完成了。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写一个竖式的条幅，我准备写呢归真两个字。归字也是左右结构，左边呢让它稍微小一点，以给右侧呢留出充分的啊展开的余地。写的时候注意那个行笔的速度不宜过快，过快呢容易把字呢写得很草率。右边部分让它提上去，横与横之间的距离让它尽量相等，斜度也让它尽量相等，此处收笔是个横钩，注意横钩的写法。下面啊是个金字，左边一个小竖，右边一个横折钩，顿笔侧锋，最后以一个垂露竖作为这个字的结束，收笔。真字我们可以采用啊上面一点儿下面一横的写法，而后一竖，右边这个竖呢适当的啊比左边这个竖呢
稍微的粗壮一点，中间是三个小横，三个小横在收笔的时候不宜过分的强调，稍微的轻缓一些。下面呢是一个长横，竖入笔转成中锋，向右行笔，到了右边提顿收。下面最底下有两个点儿，一个撇，一个右点，这样来安排。我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看，再见。